特搜队跟国内义消，然后这一年呢、啊，就是我们常常会参加搜救，然后希望大家今年可以在兔年平安喜乐。然后第二个愿望呢，我是嘉义县教育展望协会的主委，然后希望在民意理事长、欧县长的带领之下，我们可以蓬勃发展，然后可以到我们更多学子。那、啊、第三个愿望，希望呢，我的女朋友可以天天快乐。啊Ha ha ha.